哇，请问你去哪里了？去到滑滑。所以优马他现在全身滑滑的，我想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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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用讲这么大声。全身滑滑，优马去脱。我们的洗衣机来了，你最期待的哦，你期待一个礼拜了哈，终于今天搬到我们的家了。我要看，我要看。Go。哇酷哇酷！哇！かっけえ。かっこいい。优马今天有化妆，耶！那我们这一集这个影片呢，就是要对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新家的设备 upgrade， 耶！那犹如大家昨天看到的，我们这一次呢花了重本买了。就是这个鼓式滚筒式的，对，洗衣机。我相信每一位主妇呢都很憧憬有这一台啊。我们也是第一次。我下了重本买了，现在应该是市场上最好的。我这一次要决定要买哆啦 A 梦洗衣机的时候，在网络上查了很多。对，因为他做了一个礼拜的功课吧。那你先问你，你是为什么想要买这种滚筒式的呢？一开始的我的目标是想要把这个洗面槽就弄大革命，然后我想要体验在家里也洗好之后烘干。嗯，那个呼啊呼啊的毛巾，因为我是毛巾控嘛。对。所以想要享受人生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我们买的这一款的洗衣机。首先我们买的是这个托西吧，那些是最新的款。咋蹦？这样子开门。那谢谢ます。你要洗哪里？洗头。那滚筒式洗衣机这个东西我们不用解释很仔细，大家应该知道的嘛，就跟洗衣店的那是一样的。那它主要就是那个嘛，在里面旋转就打衣服的，就是用打来洗的。那烘干的方式呢，其实有两种，我们一起学习的。两个，对对，优马他昨天晚上呢，就是有帮我灌一点小知识啊，我记得，因为这个考试会出，考试怎么有？考试会出哦，这个有两种滚筒式的这个洗衣机有两种的烘干功能，要笔记哦，要笔记哦，各位，一 ，heat 式 ，heat 式，加热式的，那之前比较多的款，对，比较多的，对，那我们这一款呢是。Heat pump 的中文我还记得叫做热泵式的，热泵式的，那有什么不同呢？Heat Ski 呢是你们可以想象成它是一个很大的电风扇，不是电风扇，那个吹风机，它很热的吹风机在里面吹衣服嘛，可能到它有温度有到80到100度，就是去吹用热去烘干你的衣服。对，那种 Heat Ski 呢又分为两种。就是要怎么散热，分为两种，一种是空气散热，就把里面的热呢全部给像屁一样给放出来，
那准的话呢，真的就是你在洗用的时候呢，要把你的门通风要做好。对，不然的话呢，这个会潮湿。那还有一种呢，加热式的，还有一种散热的方式呢，就是用冷水去散热。那个的话，空气没有那么变得热热湿湿，不过，水都带。啊，会花很多水费，水费会变得比较贵，因为它是用水去散热的。那这种就是热风式的呢，它就是比较厉害的，比较新的技术，比较新的技术，我们今天买的哈。这个热风式它是怎么样的烘干呢？除湿。咚咚，除湿哎，那这个有什么好处？因为它不热，所以呢电费比较便宜。还有呢就是不会伤害你的衣服，因为很热的那个风吹你的衣服会比较容易坏掉，所以它呢对衣服比较温柔。只是它的本体好像比较贵。对，最大的缺点就是这一桶很贵，你们知道多少钱吗？24万日币。有打折，有打折后的吼，正常的洗衣机呢，贵的可能也是10多万，但这种就是比较贵。对，比较贵这样子。那首先，我们的这个呢，洗衣机是就是可以自动的，这么厉害哦？就是放这个后面的这底面哦。可以放这一瓶哦，可以放一瓶这么多。然后它自动的看里面的衣服的量来判断要用多少的，这个，行，方便。那一粒电源をして、ジャブー。ジャブー。它有荧幕哎。对，荧幕。洗衣服的过程，洗衣服跟烘干，标准，然后烘干，然后自动的放，现在的话，要自己这里设定，让它自动投入，这样子选，可以选这个量，标准，通常会用的就是标准cost啦，そうだね，标准cost啦，洗14分钟。有干燥的话呢，它是限制容量是7公斤以下，可以洗的容量是12公斤。对，对。那要到烘干的话，7公斤以下，这个容量也是很多的。其他的很有人气的洗衣机，容量是12公斤，也要烘干的话，很多都是6公斤以下。耶，丢内裤。上衣，毛巾，两条，还有我要洗洗看这个，哇，这么满哦，它会帮你量，そうだよね，这是自动投入的量。时间是2小时24分。洗ってる。然后你可以看到你的手机在里面。滚，痛痛痛。上まで行って下に落ちるからさ、これで叩くってことになる。岩切先生的这一幅画，变色龙的画呢，有没有发现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？答案就是我们装了 TAPE 的 LED 灯，好漂亮啊！这很漂亮哎，漂亮，很像博物馆、美术馆的大作品，有没有？本来是大作品的，变成更梦幻的。对，框呢是凸出来的，所以我们才能够在后面贴灯。这是意外的发现。其实我们一开始就是岩切先生他画的时候呢，并没有想到这一点的。所以我们画弄完之后呢，我们就讨论嘛，好像可以加这个 LED 的灯哎。然后岩切先生，我们上次有去他的那个个人展，他的展呢也是画很多这种 3D 的东西，然后就都放灯，我就学他回来呢就是装一个灯。我觉得这个
好看很多耶，晚上很成功。对啊，现在我们的这幅画呢，就早上灯光亮的时候很好看嘛，但到了晚上呢，就有点暗。对，那加了这个 LED 之后呢，就整个梦幻的世界，这样子。还有一个很罗曼蒂克的地方是 Yuma 他的想法，这是 Yuma 的想法，对面。哇，很像在游泳，游泳，星星的河。哎呀，我们这个是要有多浪漫啊，又不是情人节还是什么的。我放很浪漫的音乐，这是 Sony 的，有看到我的脸上有 Sony 的字吗？有哦。还有一个要介绍的，什么东西？嗯，没有发现什么不同。嗯，这个不是本来就有的吗？本来就有的不是吗？我们买了第三台。哎，不是买了，对不起，也是。我们把另外一个房间的第三台拿过来了，因为这个风景呢，它是只针对一个或三个的嘛。那我们之前两个，我是觉得也可以啦，但还是三个会比较有魄力。够的呢。嗯，这个我们上次买的时候呢，它还没有这么多功能呢。它之后呢有很多 update， 是在很对，我们是每个月付月费的嘛，所以它这里会通知你，就你打开，然后它会有通知你说有新的景色。还有除了就是自动更新的新的景色之外呢，还有一些就是扩充包可以买，像我们现在这个风景呢，就是真人版阿拉丁世界观的世界观，还有那个游他们跟游戏也有合作，哎，这个 Death Stranding 这个也很赞，这个也非常赞，对，看。もう SF の世界だよ。嗯，科幻片。它的更新我觉得很棒的地方是，除了增景之外呢，还有一些希冀的。你看，新京都就是近未来的那种未来感的，很有科技感的京都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新京都的夜晚，完全是虚拟世界。将。ヤバいでしょこれ。配上酒的话，就是那种哇，边喝酒边看这种景，我就是很享受。因为我很喜欢看科幻片，就科幻小说，所以我很喜欢这种景色。有那个嘞，这是 surprise 啦。我们一开始买的时候呢，是就不完全不知道它之后会变成这样子。在家里面有这个空哦。安静哦，它。对啊，它其实就是这两个小时它没有吵，哎。我们在客厅就没有听到洗衣机的声音。对，它是特别安静。哦，真的吗？超棒的，很乖。OK。せーの、じゃん。さあ。おお。いい匂い。わあ。え？わあ。ふわふわ。ふわふわ。あったかい。マジで？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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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会耶，你看，刚刚还是绵绵的。嗯，因为他们是用风来这样子。让它烘干。这样子衣服也不会皱，很棒耶。哇，太幸福了吧，太幸福了吧。那你为什么会买这一台？应该是有蛮多其他的品牌嘛。嗯，托西巴是因为什么？因为有两个理由，第一
个是有很多好皮。太单纯了吧？我看他太单纯了吧？前辈们说的，就是基本的功能的部分，真的有很多好评的。嗯，刚刚说的容量的话，干烘干的时间它比较快的话，还有处理，洗好之后的这样管理的部分，也是比较简单的个。先说我们不是业配哦，但是跟你很像业配耶，这是我们自己花钱买的，可恶。然后第二个理由是它的外观，我这一次想要挑战看看，这个有颜色，很帅的颜色，对，比较帅帅的感觉的。印象你洗衣机都是白色的吗？ね、白色的も良かったかもしれないけど、大家觉得怎么样？这个我觉得这个很棒，这个颜色赞。对，おしゃれ。有一个地方就是你用完烘干之后呢，每一次都要洗的。要弄干净的地方是两个，这个跟这个。上面看一下哦。就是下面那个不用每天洗，但这个要每一天，就是每一次都洗。こうでしょ？そう。啊，有。你看那白色的就是这次的灰尘。嗯，咚，哦，出来了，这么它很干净，对啊。好，那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咯。追求生活的品质，我们呢，如果接下来新家这个家呢有什么厉害的改装的话呢，会这样子拍影片跟大家分享。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订阅我们，跟帮这个影片按个赞。耶，那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